家用小型豆腐猫砂颗粒机工作过程展示。在加工的过程中，可以加入天然除臭剂如木炭粉、茶叶末等，具有一定的除臭效果。豆腐猫砂颗粒具有良好的吸水性和凝结力，可以有效地吸收猫咪的尿液并形成凝结块，可以直接倒入马桶冲走，不需要特殊处理，简化了对猫砂的清洁和维护工作。